最新这件消息刚刚我已经报道过，今天晚间8:22左右，台东县近海地区发生了瑞士规模5.6的有感地震，而深度有35公里。而透过这张图表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其中呢震度达到4级的地区，包括了台东跟花莲，而高雄、嘉义、云林、台南以及台中也都有测到3级的震度，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。